从小有一个梦想，要成为跟蝙蝠侠一样了不起的男人。你们放开他！放开我！可惜，这个梦想一直得不到支持。 这堆垃圾是哪个混蛋给我做出来的？站起来！吕总，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是先解决我们和客户的矛盾，咱们自己人，什么时候教训都可以。 史维聪，高中时期就是时刻需要我关怀的一个人，一个没心没肺的巨人，严肃学习的矮子，调皮捣蛋，无师自通，让他进行学习，他只能靠我的铁血镇压了。这个宁愿躲在厕所也不干正经事儿的人，同时也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快点儿，暴风升级。 Plan B，老大呀，靠你救命了！来了！吕总，您看看，我们组这次给客户做了多少策划案？客户付钱的时候要最便宜的方案，现在完事儿了又要最贵的效果，您说这可能吗？那你就不顾及公司的口碑吗？就是顾及公司的口碑，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我们组还连轴转了三天呢。您看看，孩子都饿成什么样了。 余总，我知道您看不上我们这组，只是公司需要我们这些任劳任怨的傻孩子来干这种没有人愿意接的业务。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现在客户已经抗议到公司来了，你好歹给我拿出个解决方案来。其实我看这事儿也没那么严重，现在距离活动结束还不到24个小时，不如等到24个小时之后我们再看。 那怎么？过一宿这事儿就好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活儿，无论谁来做，都不见得比石总团队做的好。
况且不能每次都让石总的团队为咱们公司牺牲嘛。所以，如果最后结果真的无法挽回了，那我们一组愿意和二组共同承担。啊，是是是，樊总说的对啊，老板，您看您也给我们点时间，让口碑发发酵。行，就给你们24小时，再弄。四姐，看什么？很闲吗？不帮忙呀？啊，干活干活干活。老大，那我干什么呀？你有紧急的事情要做。梁阳出事了。封面人物被石商抢了，怕什么？你们都镇定点，先别让总监知道。我今天一定搞定。李泱泱，环球体育杂志主编。怎么样？别怀疑，这个一把接住我的钥匙、运动神经很好的女孩，就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嚣张的工作狂。想不到高中的她是这样清纯可爱、一副很好骗的模样吧？我告诉你，我也没有想到。关系网帮我问问哪位大拿在北京立刻马上可以接受访问的。别急，我们还有绚丽呢。还行。我建议你们可以先选选味道，一会儿再决定究竟要选哪一款精油。走，把你们管事的叫出来，别以为躲着就没事。管不管？把你们老板给我叫出来，今天不给说走不了。对，滚！大家先冷静一下，不要激动，待会儿一定会有人出来跟大家解释的。你们要再这样闹下去，我真的要喊保安了。叫啊！叫！马上叫！叫！就怕你报警呢，就告诉你诈骗。对对，诈骗！就是诈骗！谁说我们诈骗？樊总，如果认定我们诈骗，欢迎随时来告。否则我们飞临公关绝不会姑息任何一次诽谤行为。你们公司把樊总做成这样，还有脸倒打一耙是不是？大公司了不起啊，店大欺客是不是？我到公安局告你们去。打算怎么告呀？告你们骗我们钱，欺负我们小商户。哎，关于这一点，我们飞临绝对是有一说一，大小无欺。这次活动虽然在主流媒体上没有任何反响，但在网络的传播却非常热烈。看看这些什么事。根据网友的要求，我们已经迅速和平台沟通，为大家的小商品开了独家试集。不如这样，
大家随我一步到会议室，我来给你们一一说明。网上那些东西谁知道是真是假呀？万一你们刷数据呢？数据是不是刷的，大家可以浏览网络数据跟平台就可以一目了然。难道你们成交量上不去，也是我们菲林刻意一手遮天的吗？数据那么多，谁知道是真是假呀？请大家随我到会议室这边请。走吧，看吧。看他们说什么。走。这是哪个商会承办的小商品博览会啊？好像是让这些制作埋头苦干的手艺人，怎么能制造公关公司私下刷数据的黑幕呢？这种黑幕也只有一家公司干得出来。你的意思是？你没事吧？我没事。啊，你来晚了，他们进去了，我送你过去吧。哦，我跟他们不是一起的。嗯，你好，我是林子瑜，我今天第一天来菲林公关公司报道。啊，樊书晨，项目一组总监，请问你是？哦，我是项目二组的新人，请多关照。二组？嗯。走吧，姑娘，中大奖了。郑琪，你们二组来了一个免费劳动力啊。何家的私人助理预定了我们的 SPA 行程，这不出意外，他肯定带着跳水皇后回京了。好，咖啡厅见。既然说了樊书晨负责，就都听他的，别问那么多了。行了行了，什么结果我知道，天塌下来我顶着啊，我都不怕他胡来，你怕什么呀？行了，先挂了，有电话进来。哎，洋洋，哎，我马上到啊，等着我。经过14个小时的口碑发酵，我们先从社交平台的话题量来看。你先按住印刷厂这边，我最迟12点无论如何都会刻下一个专访补上。哎，我拿到今天晚上七上晚宴的名单了，还真的有何氏夫妇。嗯，主办方是和我们 SPA 馆合作的化妆品集团，这为了瓷娃娃病童募捐，今天呀，他们是为了慈善不想转移焦点，所以就没有邀请媒体。只要你们只捐款不做报道，我直接把你的大名加到邀请嘉宾里。小李，你真是太靠谱了。书晨来不了了。啊？虽然书晨来不了，但是他给你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书晨说了，遇见何先生容易，想要专访难。千万别自作聪明，以为按行程就能瓮中捉鳖，老老实实的托助理投石问路。助理那边啊，书晨早就打点好了。当时合适的世纪婚礼，这边的公关就是我们做的，口碑控制得很好，书晨跟他关系好着呢。这个画家就是他透露给书晨的，是何先生十分欣赏的一位新锐画家。你拿着这幅画参加今晚的慈善晚宴，何先生投下这幅画的可能性很高。只要投下这幅画，你就托助理找个机会跟何先生做个自我介绍。至于能不能拿到专访，就看你的业务水平了。我们家泱泱肯定没问题。你看吧，还是樊书晨靠谱。是啊，哎，不过书晨到底怎么了呀？他呀，没有擦屁股呢呗。他说我在那儿容易激发客户愤怒情绪，这不就使唤我来给你跑腿吗？点儿真背。哎，对了，洋洋，回去赶紧报销啊！这画钱是我给你先垫上的。这个白痴，史维松，我让你演，你再浮夸点儿。洋，别理他。
点，沈福臣，罗曼那边是不会手软的。看了这个报告，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了，所以这是我们做的计划，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完美的一天，完美的朋友们，完美的度过危机，完美的我。看了那么多我威风凛凛的一面，现在该我来向你们介绍真实的范书成。当季炫丽、李泱泱、史维松出现之后，我才成为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敢做敢当、一马当先的范书成。我们这四个顽劣天真的人，在成为朋友之后，对待世界的方式才懵懂的试图温柔。老大，哎呦，我强烈要求咱们两个组得一视同仁。你看这二组新来的那个女同事又是一个大美女，你说咱们一组什么时候也调一个女同事过来啊？没问题啊，我现在就调你去二组，跟着石总啊，也算是求人对人了。跟着石总，我坚决不从。但凡呐，石总能靠谱那么一丢丢，我愿意一辈子只对着男同事。正奇啊，风里雨里，石总永远在等，他没了谁都离不开。对，这奴才呀，这就伺候去。你说这郑琪也是够倒霉的，年纪轻轻还没结婚呢，跟着石总以后，整个人老了十岁。哎，就石总的办公室，那跟个垃圾堆一样，也就你跟郑琪能受得了。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父母不是总说？你们是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吗？啊，长大我们才知道，懂得玩的话。可自打我高中认识史维松以来，我发现他爸妈在这件事上应该没有骗的。行了，我先过去。媳妇儿，干什么呢？我正想你呢。石总，什么进度了？那啤酒节的文件还等您定夺呢。烦死了！我这蹲会儿厕所的功夫还能黄了买卖啊？啤酒节做了多少次了？
这么简单的事儿还问我，还要你们做甚啊？石总，您就给我签了吧，到时候您再蹲厕所，那多通畅是吧？回命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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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功，月英姐，不用这么战战兢兢。你是我来飞林这么久遇见的第一个会自己主动来资料室学习的新人。我没做过公关，想着多做点准备，省得到时候拖累大家嘛。嗯，看好你啊，继续吧。哎。来了，想吃什么自己随便点吧。哎，我重要还是手机重要啊？肯定你重要啊。那你看看我今天有什么新变化没有？哇，一如既往的美翻全宇宙啊！哎，不见了。你换了新发型。这还差不多，我就知道，在你心里面我还是重要的。哼，那是，等咱们结婚了，我会对你更好的。真的吗？嗯。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那把我名字加到你们房产证上呗。啊？史维忠是他爸妈老来得子，史家最宝贝的独子，一旦谈恋爱，就全家走动远的折腾。这是史维忠多年来唯一一个顺利到谈婚论嫁的女朋友。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他爸妈是什么样的反应。不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史维聪肯定搞不定他爸妈。你们说我怎么办？愁死我了，愁得我今天下午上班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混混沌沌到现在。他说这是他妈唯一的心愿，希望自己的宝贝女儿能有稳稳的幸福。可是这幸福也不能建立在我爸妈的房子上啊。人家小姑娘把大好的青春全部都给了你，可你要半套房子你都搞不定，人家怎么敢把下半辈子的幸福托付到你的身上？哎，绚丽，你这么说我要批评你的。你不知道史维聪什么样的人，人家对女朋友重情重义，什么半套房子，要给就给全套，直接就只有范天天这个名字，对吧？行了，别再说了啊，多说一句都堕了我们石总的威名。不就半套房子吗？要你办个肾不也得给吗？行啊，我有你们这种损友三生有幸，来庆祝一下。来来来，哎，你们今天谁捎了一段啊？我没开车，而且我要回公司。啊，我跟我走吧。
难得啊，工作狂今天不加班，养足精神，明天被女魔头传唤。好家伙，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走了，拜拜。走了，拜拜。到家说一声啊。哎。你现在烦也没有用，这事儿不是你妈妥协就是他妈妥协，说服谁才是重点。哎呦，我就是做不到啊！我想想我妈我就害怕。那这事儿兄弟真帮不了你，保重。哎，我真是傻，怎么能让你捎我回家呢？晚上的公交根本没人，你看，不和打车一样的吗？嗯，有鸡没有蛋黄酱，加蓝纹奶酪，你的口味。老板对下属这么关心，说吧，让我做什么？啤酒节的案子。你再充分策划呗。啤酒节，那不是二组的案子吗？不是说好了，项目前期绝对不能互相交叉。他遇上点麻烦，你先坐着呗。我知道了，交给我。谢了。不客气。儿子啊。还想吃点什么？妈再给你弄去。妈，有件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你三舅的二小子去香港，是不是你让人给你带的？啊，是是是是是，我想要这个好久了。你从小就喜欢。妈，我有件事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跟妈还有什么不能开口的呀？哦，是不是没钱了？啊，这游戏机的钱啊，妈都替你给了。哦，哎，拿着零用钱。哦，我来帮你换吧。劲儿还挺大的。
准备好了吗？带好所有资料，我们开会去。好。蓝总，场地从东区换到西区，这情况都跟去年不一样。我们用老设备啊，怎么开工？施总呢？那不就一小姑娘，什么都不懂在这儿。史维松和郑琪呢？史总他联系不上了。郑琪被老板叫回去汇报上一个项目了，他们就让我先过来，说按照去年的流程来就行。回去吧。是郑琪让我来看现场的。你这不看了吗？你能解决吗？可是这是我们组交给我的任务。你一个新人就根本不该让你来。跟郑琪说，啤酒节我接手了。白月英，我现在在啤酒节现场，你赶紧把手头的事儿让何爷先盯着，先把啤酒节策划案给我赶出来。你这样一说呀。我倒真看不清了，你是要嫁给我们家聪聪呢，还是要嫁给我们家这房子呀？叔叔阿姨，我今天来吧，就是想真诚跟你们沟通一下。我也怕你们以为我是那种拜金女，我是真的想跟维松好好过日子的。我都想好了，一结婚就生孩子，一定以母乳喂养，绝对不会因为减肥什么的破坏这些东西，一切以维松跟孩子为主，在家就帮忙阿姨操持家务，做维松的贤内助。其实我们家聪聪啊还小，不着急结婚。这事儿呢，咱们可以慢慢商量。我想你妈妈为了你的幸福，总会改变心意的，是吧？就不想说点什么吗？爸妈，我赶着上班，咱们回头再聊。哎，你干嘛呀？说你给我捣什么乱？你今天先回去啊，回头我慢慢说服我妈。史维聪，是不是今天我要是不来，你就打算一直这样拖着？我告诉你，这婚没有房子，说不结就是不结。不是，甜甜，你从来都是这么吊儿郎当的，你就等着别人帮你收拾烂摊子到死吧。哎，甜甜，甜甜。我现在在回公司的路上，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再说。通知所有人会议室等我，一个都不许少。为什么他们都不在，就你一个新人啊？他们都有事儿，
这个啤酒节的项目，石总他们干了很多次了，就派我这个新人过来学习一下。结果东区换成西区，以前的东西不能照搬，傻眼了吧？第一次来现场吧，觉得新奇，兴奋。是挺新奇的。我知道我是个新人，这次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我会好好学习的，就不用别人帮忙，自己也能处理的。等你的好奇心和耐心耗尽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公关了。进。总编啊，我来催报销，那笔买画的钱走的加急，需要您特别签字。花钱都能这么理直气壮啊？啊？那得看钱是不是花在了刀刃上。这笔钱就是为了换新封面花的。哦，关于封面的事，没有经过你同意是我不对。看在销量又是第一的份上。这次就算了，不能有下次了啊！好的，总编。又是时尚那帮人给你惹的祸吧？你倒好，一个人都扛下来了。我就光惦记着把初刊那坎给过了，就没想别的。要是人人都能像你这样，我倒是清闲了。那总编就赶紧把报销给批了吧，这是我朋友帮我垫着的，不好拖着。你这个朋友对你可真好，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可是十几年的交情了，难得，好好珍惜，千万不要因为这种小事坏了交情。我会的，那我先走了。报销款下午就可以给你打过去了，你怎么样？房子事搞定没有？还搞定房子，我现在就快被房子给搞定了。房产证加上他的名字，这算怎么回事？合着我活了大半辈子，临了我住他们家了。不嫁就不嫁，妈再给你找个新的。会议记录谁做的啊？连需求都没写全，再重新做一份啊。哎，樊总去哪儿啊？怎么那么大火气呢？他去啤酒节现场了，说又出问题了，让我赶紧把案子交了。等会儿。啤酒节不是我的项目吗？啊，怎么了？怎么了？你去哪儿了？刚才于总少拿老于压我。石总，樊总他没跟你也少拿樊书晨压我。每年啤酒节不都是我做的吗？啤酒节策划案给我拿过来。